哦，好的，今天玩的游戏是《魔戒战记四》，然后我遇到那个猫咪海贼团啊。嗯，我听说这个好像要90到100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28层没有啊。然后好像有点强啊，1000等啊，我应该打得赢啊。这个好像要破那个修罗界的话，一定要打这一团。条件我看到说是要90到100层才有机会刷呀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有了。可以。抽得到吗？看到有一个眼镜什么的。还有一个继续逃，所以又被那些怪卡住，没有机车。哦，来不及嘞！我要抽东西吗？先留着。我打到什么了？等一下，哦，没事。怎么会出现在外面的？然后把我的盗贼打死了。现在我只有另一只啊。那只猫被我打爆了吗？夸张，下次遇到再抽吧。有没有目标？先离开，等一下自己把它打爆了。好，有披芙蓉魔神 Cross 船体。然后这个我有开那个作弊屋，会遇到猫咪那个什么盗贼团的几率增加。突然想到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。等一下就，我跑完出去看吗？哦，我把它跑完出去看。後ろがガラ空きだ。俺だ。バイロ。エイチャ。セイ。アハ。ウォー。じゃあバイロ先生。医院好像一直说话，他不会生气吗？还是不是这只？我记得这里面的小房间一直讲话会不会抓狂？医院的不会吗？哦，有，我要左下左边这只。
後ろがガラ空きだ。没有效果，很快。消えな。はっ。バイル。よ、決めてみせるよ。はっ。後ろがガラ空きだ。てや。せっ。力にね。ファイル。ファイル。くらいなさい。えい。行くぞサンプル。はっ。バイル。まだまだ行くぜ。の時間だ。こいつで決まるよ。と、えい、と、ワイル。
好、哦，然后这个是在白色只能跑30层啊。我记得五代好像可以一直跑。哦，然后破壁屋哦，对吧？我就觉得好像是全破之后你可以调了。嗯，可能是网路这个啊，提升海贼船的出现率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调这个，所以它才在20几层吗？还是这个是倒数10层就会出现的？好吧，我不是很确定，哈哈。反正这个就拿死的话，可以拿到那个船的零件。传奇啊！嗯，没记了。哦，披芙蓉魔神弗洛斯传奇。这个好像要去修罗界，一定要用到。哦，我现在还到不了修罗界。OK， 那大概就这样。